God.我想请问一下嘛，对不对？你用这样子的方式，大家都已经那么忙了，你用这样子的方式，你觉得对吗？我觉得，大家都喜欢忙，没有错，好不好？都没有错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在上面这样子，为什么一人打，请打电话，每一个人打电话县政府，县政府的电话被打爆。可是我觉得你用这样的方式就不对。那请问我们应该是不是有党籍嘛？来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刚才你刚在现场有录到的情况之下，路面是完全不会影响到他现场过程，监管处可以。请问一下，你是土木技师吗？我当然不是啊。对啊，所以我现场是土木技师。我现场问消防人员嘛，前天他用的，消防人员家不能用。谁敢上去？我问你，如果没有要进入到里面，如果人要是垂钓龙舷上去做救援，凌晨的时候我们的诉求，我的朋友也传给我。凌晨的时候，他已经有请有大钢牙上去了。他也告现场的拆除人员讲了，因为现场的设备有限，只能请民间车或吊车来协助。刚刚监管处人员讲，吊车没办法悬挂人，所以只能请民间车。那我就问了，问民间凌晨的时候，民间车告知什么？民间车说一定要路面清除才可以平行做作业。那我就问说，那是不是如果运梯车？过程就碰到一些种种因素，那像昨天这个救援这个猫的部分也是，预计我们还是希望厂商能够在2周之内拆完，我们在4月5号开始拆除，那中间碰到一些状况，不过现在放到低楼层，拆卸到低楼层之后，我希望他们的这个施工的速度能够稍微加快，那应该会安全性也会没有像之前那么危险，所以安全性也比较高，所以我们会请厂商加快这个施工的速度，预计还是2周内把它完成。目前拆的工程人员的人数有增或减吗？施工团队的人数目前还是差不多，应该他们大概10几20位的施工人员都应该可以应付这个场域。